我是蕾蕾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这个玩具店里面的惊喜包哦，而且那个老板说这个里面是玩具耶，有没有很期待？那我们来打开咯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猜猜看，这多少钱呢？答案是79元！哇，有没有超值啊？哇，这是我们在玩具店买的哦。你们看这只熊，还有拿着冰淇淋，好可爱哦！还有电话，哇，对不起，我打开了，哇，我打开了。最大组的先拿。东西哇，变形金刚，哇，还有贴纸，哇，贴贴，好超值哦，嗯，超超值。还要贴贴纸。嗯。还有这两款，那我们的抽奖是这款。哎，在做什么？他在做那个马蹄操啊！一二一二一，那你给他点操，你招预备起，一二一二一，飞哦，他会飞，快点飞，快点飞，快点飞，好，那我们抽下一包喽，我来打开吧。这是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是奇奇的。是一个玩具，组装的玩具。哇，我最喜欢这一类。机器人哎，这是机器人。机器人的模型，组装起来都是一只机器人。我们来组装啊。先从头开始装起，这是青蛙吗？青蛙战士？哪是青蛙？是啊，对，蛙蛙王酷酷宝啊，那它可以变身呢，它本来是青蛙，还变成只机器人。我们来组装哦。我是青蛙战士。好，先介绍一下。好，下一个。我们再来看一下。这是我的玩具。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哦。男生。这是玛莎吗？我摆够，我要给他取名字，他叫做小可，也可爱的可。小可再见。可爱哟，可可。是啊，可可。回去车吗？变形，会变形吗？嗯。变变态，变超人了。变形金刚。哇，变形金刚。他
的手怎么这样？他的手就是这样子。他就是这样。不用怀疑。不用怀疑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嘿嘿嘿，我是 monkey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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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手卡住了，为什么这么黏？回力车嘞！哎，对了，我记得我之前还有一台，我有两台颜色的。哇，回力车！来，我来用哦，啊，你要接住哦，三。接到了，然后我用，来过来，耶，接到了，快我接，铅笔，还有迷宫，上面有迷宫哎，铅笔吗？对。上面有迷宮。九八，成功了吗？我现在出去外面玩一样。一样的吗？一样的吗？可是不好色。颜色不一样。好，接着下一个了。卡。这是什么？卡。什么卡？恐龙卡。拿这个。你抽到的是什么？应该是这个。哪一个最弱？不知道。你要看一下字。我是剪刀，你是石头。我赢。好。好。再来上面有剪刀石头布，可以玩剪刀石头布。我这个，这就是我所有的东西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两个，我觉得这个超值包蛮超值的啦，有我喜欢的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用按赞、订阅、谢谢，拜拜。这个很像那个，哎呀，哎呀。